哦，那只流浪猫还在那里啊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是小东。一下就钻到草丛里面去了，那个小猫怕陌生人了。哦，在那里。哦，这里还有两个小猫啊，是一窝小猫，定定的看着我们。昨天晚上我跟小兰在这个小区干活，发现了一只流浪猫啊，今天来喂它，以为不见了呢，没想到还在这里啊。哇，这只小猫最漂亮，这只好像是三花猫，好想抓回去跟家里那个养。不抓了，没时间照顾啊。等一下抓了它，它妈妈找它找不到。等它熟悉一下，我们再喂吧。它有点害怕，很紧张啊。昨天，在宠物店买了一个喂猫碗，然后买了一些猫粮。那只猫好调皮啊，钻来钻去。它现在对我们没有那么警惕了。黑色这只猫最调皮啊。这是狸花猫，我们本地的狸花猫。哦，跑到公路里面去。好害怕有吃来，等一下把它压扁了。好瘦啊，这些猫应该很饿了，感觉无精打采似的。昨天晚上还看到地上有那个龙虾壳，可能是附近的人过来投喂的，有辣椒，看到它吃的嘎嘎香，辣的那个眼泪都出来了。猫不能吃辣椒的，那些人乱喂的。等一下喂出毛病了，那小猫看到想出来又不敢出来，又躲进去了。倒猫粮，出来呗，怕什么？买了一袋猫粮，带了一些来，留着一些。家里也养有一只猫。咦，有一个钻出来了。哇，太饿了，它有两只不敢出来，那只三花猫也想出来了，定定的看着，还是有些怕。咦，哎呀，护食啊，那个黑猫，三花猫没得吃，这边还有呢。抢着吃。我拿有水出来，等一下他们吃完再倒点水给他喝。要哦，要放点水下去哦。要不然附近好像也没有水源吧。有是肯定有的，不然他们早就渴死了。不干净。对啊，应该够吃了，倒那么多。不够再添一些呗。好啊。哇，嘎嘎香，搞得我都想伸嘴下去啃两口啊。再加点水，这是开水。现在天气热啊，干活一天要喝好几壶水。应该跟我们熟悉很多的这些小猫，不过还是有点怕。对呀，它不跑了。那这个三花猫吃的不算多，最饿是这个。看来这个猫粮他们很喜欢吃，很健康哦。这三个小猫好像也没有跳蚤啊。跳蚤我不知道，没有猫癣是真的。现在可以摸一下了吧？哦，看来有的吃了就跟我做朋友了。
好好摸啊，那个毛好顺手。三个小猫都跟我做了朋友啊，今天有福气啊，遇到我饱餐一顿呢、啊。好瘦啊，轻飘飘。这只最能吃，所以它大一点啊。嗯。你以为我不给你吃啊？我就想看清楚一下你啊，感觉那个眼睛有点泪痕。这个小三花吃饱了？饱了，吃了挺多的。想过来找我们玩？现在不怕我们了？嗯，随便拿捏。太可爱了。嗯，喝水，喝不喝？别跑啊，喝水啊！不口渴吗？不口渴哦。快点吃哦！我也累了，想回出租房，吃个宵夜，洗澡睡觉啊。今天和小兰去装水电了、啊。接到一套新房子安装水电，差不多干完了，好累啊。走了。等一下先嘛，吃饱了，有两个小猫吃饱了。好了，回去了。小心点开啊，又换了一辆新电动车，新买的这辆电动车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支持。